位在宜兰头城的庆元宫，俗称头城妈祖庙，兴建于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也是头城镇最古老的妈祖庙。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呢，石头这个砂岩的这个牌楼呢，它是在光绪乙丑年，就是1889年，那距离现在也大概有120几年了哈。那这个本来就是很素朴的石雕，可是后来就被加了好多的线条，所以我们这次修复呢，就把后来加的这些线条都把它去掉，恢复到原本的这个颜色。他是古建筑修复技师叶永韶，从小在宜兰土生土长，对于古老建筑物的修复与维护特别情有独钟。2013年，叶永韶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为妈祖庙的屋顶横梁刮筒进行翻修，他也细心保留下代表历史工艺技术的雕刻与文字。原来我们的这个妈祖庙的地上都是这么铺直的这个石头，然后除了石头之外，它还铺了一些砖，所以整个地上是可以呼吸的。那后来因为整个都铺了石材之后，地上的潮汐没办法消，它就从最脆弱的我们最珍贵的这个石墙上来，这样那就破坏了原来的这个石墙的这个雕刻跟整个墙体的部分。叶永韶对待古老建筑如同中医把脉，仔细找出病灶再加以修复，才能得以延续建筑物的历史文化意义及价值。这个是比较原来的，好，那这个已经变成风化，那图案上面也不太明显，那这个因为在比较下面，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更严重，风化的更严重，湿气很重。哎，对，我们可以看到潮气大概到这里，上去的话就还好一点点，所以这个有明显不同3-4段的变化。后续的修复就需要把这个后来的这个就砂浆啦，或者地面跟墙面做一点点改善啦。2014年，庆元宫妈祖庙公告为限定古迹。而叶永韶正是捍卫珍贵遗迹的那个人，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进宜兰古建筑的老时光。欢迎收看真情映台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灿景古建筑研究工作室的负责人叶永韶。永韶你好。一文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最好奇，你是不是从小就对比较古老的事物，甚至是古老的建筑就特别有兴趣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跟阿公阿嬷其实是很传统的那种农人，那他每天的生活大概就是要下田去，然后就是你看到这张照片很特别，他是这张，他是去收那个收水，收水回来养猪，哎，然后甚至会去那个棺材店去把那些木头砍下来，木头运回来，当作燃料这样，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都会跟着去。所以我就感受到那种乡村里面生活的那种悠闲，然后还有非常非常非常质朴的那种农人的生活。所以老人啊，或者是老事物，或者是老房子，可能从小就开始有一点点的累积下来。其实我知道你是宜兰的在地人，你是小学2年级才从南方澳搬到丽泽，然后就一直家住在立泽了。是，我知道你是屏东科大的水土保持系毕业的。是，那因缘际会你就进入了宜兰的传音中心，好像参与他们的新建工程。那时候你负责的内容是什么？他本来是渔温，从渔温整地开始，然后我负责的工作就是，现在到传音中心可以看到那个停车场的那一区，好，然后还有那个民意大街，还有2栋的老房子，就是从宜兰市搬过去的广孝堂跟黄举人宅的修复。这个房子蛮特别，就是它本来是在宜兰市区里面，这是那个台宜兰第一个举人的房子，如果把它拆掉之后，其实还蛮那个可惜的，所以就把这些构件啊拆一拆，放在仓库里面去。那刚好那个传音中心要盖嘛，那就想说，哎，干脆把它拿过来好了。所以这对我而言是第一次把这些老构件啊重新组起来的一个机会。当我看到这些老匠师去一一的去检查这些老构件，然后他们去修或者买量一量尺寸之后买木头进来，
然后开始用那些凿刀啦，开始凿木头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做这些砖瓦的这些铺设过程中，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就是你可以好像在一个音乐厅里面，然后他就专门为我做这样子哈，他们就在那表演他们的技艺让我看。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个气氛、那个温度，而且阳光一照的时候，像夏天，因为都是块木嘛，一凿出来之后都香气宜人，这样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棒。在那个过程中，我也被骗了，就是马上进入那个情绪，就喜欢那种过程。哦，所以这就是你在修复过程中最让你很感动，但是也就是勾起你日后说，哎，或许我可以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对，所以但是你既然在宜兰那个县政府文化局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环境去接触这些事情，因为是有人出钱让你去做古房子的维护，那为什么好像你后来还是离开了，你成立了自己的那个古建筑的研究室？因为宜兰以前雪隧还没通车之前，因为交通很不方便，那好的团队会有好的这些设计啦，或这些规划的团队，他们来宜兰算不划算，在经费上，因为到宜兰来可能都要住宿啊，或者没办法这样好好的照顾这些老建筑，那我就想说自己就近，那也有这样的机缘，看看有没有机会来做这件事情的。我有点明白了，其实你想要自己成立一个研究室，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修完房子其实不是结束，你希望把这房子再做更多文化上的使用也好，或是提供当地的居民一个你说培养感情或是互动的一个使用，总之就是让这个老房子再活起来。是。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你说有一个很温馨动人故事的老建筑。这个教堂其实特别的是它这个圆顶啊，这个洞啊，基本上这样的教堂在台湾很少，现在保存下来到一两个而已。有学者去做研究，它是在欧洲的一种小教堂的一种系统，我推是高德贵高神父从荷兰应该有带一些照片啊，或写一些图回来，因为其实当时的台湾没有这种概念，还没有这种概念。1960年建造的头城天主堂是目前全台仅存的两处圆顶教堂之一。历经岁月的洗礼，虽然建筑日渐老旧，教堂里的温馨故事依然继续扮演。这个天主堂60年来，它累积了好多好多神父在这边做，除了传教之外的故事，就是说那些妈妈们可以在这边学那个副业，那时候副业最多的就是裁缝。就在礁溪，他们把很多小麻痹的这小朋友都带去台北做开刀治疗，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大的圆顶下面其实装了好多好多的故事。荷兰籍的罗文斯神父就是为头城天主堂终身奉献的爱的使者。帮助贵县的囡仔30年中间为做咱家的社会的教育，一个另外最近就是外籍劳工菲律宾的，为印度弥撒，还为就印下诶弥撒，我是非常要紧，所以我真欢喜，就是给因帮忙，给因一个希望。叶永韶就是被这种无私的大爱所感动，希望借由修建这栋充满爱的老建筑，让动人的故事继续流传。这个圆顶呢是铜还有木头跟钢做的，那都因为漏水的关系都大概很多都烂掉了，那今年会整个都把它拆掉，然后整个重组啊，整个该修的修完之后再做新的铜皮上去这样。我常常跟大家讲说，没有50年就不会有100年，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那种美感存在，那我们把每一个时代的都留下来，它就会串成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线。永韶，刚在影片中我们看到那个很漂亮的天主堂，我们这边有照片，听说那是你修复的古建筑当中让你最感动的一个，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天主堂的故事吗？好，那个天主堂它在头城，那在当地或者我们的老作家都叫它大金瓜，因为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圆顶，对，有一个圆顶，一个洞，非常非常漂亮的圆顶。那一年呢，刚好文化局有个80万左右的经费，那时候我们就几个人就散步，一直散步，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间天主堂，那就觉得这间天主堂
有一个漂亮的那个 dome 很漂亮，可是呢，这个立面上面都被贴了那个我简称是叫做厕所的那个瓷砖。对，这好像游泳池的大门。对。所以你们最早发现天主堂是长这样。对对对，那我就非常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把它修一修。我们也是进到教堂里面去之后，才发现这个教堂呢，其实不只是跟宗教有关的事情而已。这些神父来台湾大概五十几年里面，当头城的妈妈要出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办了托儿所，办幼稚园，让这些小孩子都能够来上学。然后在这个地方，头城这地方靠海嘛，可这些以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这些老的这些渔民都会捕鱼，但是没有船，这些神父就回到荷兰去募款，然后呢，就回来头城呢，能盖这些好几艘船，让他们可以去捕鱼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的罗神父呢，他当时呢就是有一个任务，他就把头城跟礁溪的这些有小麻痹的小孩都找出来，然后坐着这个慢车呢，带他们到台大医院这边来开刀治疗。然后除了治疗之后，他就很烦恼，他在烦恼什么？他在烦恼说这些小孩子呢，为什么都会被关在家里？小麻痹的小孩子都被关在家里，是因为这些妈妈、爸爸甚至阿公们都觉得是因为家里的祖先做了错事，所以被上天惩罚。所以他小孩子就算是已经手术完了，他们还是一样会待在家里面，不会让他们出去。所以神父呢就在礁溪那个地方呢盖了一个那种叫做复健院，让小孩子能够在那边洗温泉，然后在那边住下来。他每天呢就带他们去国小、国中上课。上课。那也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故事，所以这间教堂呢，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地方，是，它就变成装了好多好多那个异乡人来到这个头城的爱这个地方。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跟文化局、跟文化部，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他办一个展览，然后甚至呢，也把他的事迹跟县政府讲，那请县长一起来颁给他一个荣誉县民证这样子。其实你的感受力是很深刻，你蛮能够一下子就抓住说这个建筑跟人之间可以或是可能产生连结跟情感的地方。所以像你后来好像2012年开始办了一个Bike 宜兰妈祖古庙祈求平安。对对，这个你办这个活动，其实我知道你最主要的用意是因为你要去修那个妈祖庙，可是你却先办一个这样的活动，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呢？180几年的老妈祖庙，它的那些雕刻啊、石雕、木雕都很精彩，可是呢，基本上问当地人，他们就说动不了，因为庙通常都是很多老人聚集的地方，对，这些老人很不容易沟通。那我就想说，应该不会那么困难。那你用了什么方法？他们只要有办活动、拜拜什么，我就会到场，然后在旁边拍拍照片啊，干嘛的？这是我希望跟庙方来。跟他们有点感情的连接，有点交流的一个方式。对对对对。那另外我就想说，妈祖庙最重要的就是妈祖嘛。对。那我应该办一个活动，让他们跟我也有一点关系。跟妈祖有点关系了。对对对。后来我们就规划了一个，就是把宜兰的这6间古庙，就是杨妈祖古庙哈，跟头城这间连串起来，大概是90公里左右，然后来骑脚踏车。但是这就不需要庙方什么特别同意吗？要啊，因为我们会经过这6间庙，而且这六个庙的妈祖呢都会出来，我们请大家有6个人会勇士要背着妈祖骑着脚踏车绕境。但这个活动你选了6个妈祖庙，有没有特别的用意？就是说因为好像宜兰妈祖庙其实蛮多的，你除了头城那个因为是你要修的嘛，对，那一定要有，其他5个你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那个就是古建筑。哦，一定古建筑。古建筑，像那个头城的妈祖庙当然是，然后再来就是立泽，宜兰的妈祖庙，宜兰妈祖庙是也是古迹，也是最美的古建筑，好，然后再来是南方澳的金妈祖那个妈祖庙，它也有一个民国大概50-60年盖的妈，也蛮算老的，好，然后立泽简的妈祖庙，然后再来呢是那个东山的妈祖庙，这6个妈祖庙呢基本上都是古建筑，那我们的这些。活动的这些最重要的执行的伙伴呢，我把那个宜兰社区大学、罗东社区大学，还有宜兰在地的孔明车队，很多人呢，对，都把他们拉进来当做工作人员。
以后就算我要去做其他事情，这个是他们的任务，所以就交给他们，那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守护这件事情。那其实妈祖庙先后来就也真的同意我们修了，甚至修完之后也变成古迹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些长辈们的这些转变，那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棒这件事情。那我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影片，看看永韶你是怎么样用创意让文字跟建筑穿越时空来相会。好，老街巡礼是叶永韶向老建筑们请安的方式，往往在走走看看之间就会发现遗珠。今来这，来这今嘛感觉好好。有啊啦，拢无去啊。你来这已经废去啊。啊，拢废去啊，真无惨。对啊，真无惨。我这间应该袂歹讲，这上一道。一栋老建筑如果能让老空间再次被利用，其生命价值势必随之延续，这也是叶永韶给自己的使命。这栋房子大概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那它以前这是三间，我们一般的合院是三合院，那在街上的房子就是三间，那这栋现在文化局把它做一个整修，希望能够让人家来进驻，让他这个老房子有新的生命会产生，这样子。阿伯，阿伯，嘿，这阿伯你几岁？你几岁？九十一啦呢。哎，对，你看皮肤拢足水的，啊，伊住他就住在这边，未来就是咱即马因啊，阮遐叫啊找着的人吼，啊，伊就家己过去布置，咱就空空啊，那清气清气安尼，你就常常逐工拢有人陪你开讲。你几岁来这住？二十岁都家人嘛，来这嘛吼。像恁家住七十年啊？六十年吼。不是91吗？81啦，八十一岁对不？九十一。我给你减十岁啊，较少年。老人、老建筑都是见证历史的生命，与他们相遇有时要靠缘分，修复工作更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搭配，才能造就圆满结局。和平街上的老民宅如此，位在老街北段的李荣春文学馆亦是如此。这个房子以前是那个国小校长的宿舍，那后来因为当然是年久失修漏水干嘛，那就荒在这里。那当时有国小的主任，他很热心，那他就希望这个房子不要被拆掉，那他就变文化局把它变成一个历史建筑，那请很好的师傅来做这个整修啦。这座建于日治时期的日式老屋，木质建材香气四溢，简约格局充满书卷气息，修复后成为保存李荣春相关文物的场所，也为老建筑活出新生命做了最佳诠释。老建筑最怕的是修完之后没有去用它，或者没有去给它赋予新的生命，那它可能就变成跟在地没有关系的一栋老房子，像李荣春文学馆最好的，因为它本来是木造房子，又在地，那装了一个在地的文学在里面，也赋予了这栋房子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命，这样子。永韶，你做了十几年的这个修复古建筑的工作啊，对，你最大收获是什么？最大收获，我觉得就是到每一个地方，然后修复这个地方。然后认识更多我自己的家乡。我记得十年前吧，然后我开始在头城做些调查研究的时候，我就听到有某些人会讲到李荣春，我想说这个人是谁啊？那在一个偶然巧合的机会里面，这个李荣春的侄子，好，这个大文豪，我就后来现在都称呼他大文豪的侄子，然后那个就送我一套李荣春全集。那我当时也没有看，是后来因缘巧合之外，就是你手上拿了这一本，这个就是李荣春，这就是李荣春大文豪的照片。对，他活了80岁，里面他花了60几年哈，在写他的故乡头城，他总共一生里面写了300多万字，可是在他生前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掌声。他的侄子叫李进明医师哈，是在罗东开诊所，他今年已经65岁了。
李鸿春要过世之前就跟李金铭讲说，我留了一笔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要给你。那时候他都嗤之以鼻，他觉得你又不是生产，怎么会有什么财产呢？可是等到李鸿春过世的时候，他到头城去，他这个侄子到头城去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柜子一打开，里面有一堆一堆的这个用绑起来的这些原稿原件，然后他就把它载回到他的诊所。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他自己说他花了一个月，每天那个诊所那个休息的时候他就看，他才发现说他的阿伯竟然写了这么好的东西，然后而且都叙述头城的一点一滴这样子，然后他才开始慢慢帮他出版。那也因为李鸿春，我才看见了头城最美的这个抢孤文化，还有这个头城的一点一滴的这些景物这样子。这么多年之后，他碰到了你这位知音，把他的作品跟头城的风景嘛，跟景观能够做一个结合，好像你帮他做了一个是文学，头城的文学地图。是，我们用剪贴的方式，把他所描写的一景一幕呢，透过一个那个戏剧的一幕一幕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因为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他刚开始是他从火车站，我们从火车站开始。你说刚刚说从火车站开始，然后一路的照着他，应该是说先照着你们地图上面的顺序，然后从他的文学作品找出跟这个建筑物有相关的一些文字。是是是，还有描写的生活的场景啊，跟一些生活的故事这样子。这本是他的《悠远的头城中原记》，所以也就是把他书中跟头城中原有相关的，你把它做成绘本的形式。我想先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做成绘本？因为头城有一个最棒的东西，就是民俗，我们大家都了解是抢孤嘛，就是这个抢孤的事情。那其实抢孤最美的事情，我们在李鸿春的作品里面看到，是那些居民们，他们在大概是抢孤之前的一个礼拜左右，甚至一个月，他们就开始去找竹子，就是这个，然后来做这个贡品塔，就像金字塔一样的，大概有四五层楼高的金字塔。就是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对，就家乡这些故乡这个每一个村落的人都需要去绑这些东西，然后为这些贡品塔呢绑上他们自己的祭品。我们希望用绘本，然后让小孩子呢能够感受到跟大人好一起感受这个民俗，然后也感受到李鸿春所描写的文字文学这张作品。所以这就是你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了。对对，我觉得透过李鸿春先生的文字，我会觉得头城，至少我刚刚看到都是头城的景观，觉得头城又活起来了。是，其实人因为有了房子，就有了根，好，那房子因为有人，也就有了温度嘛。是。那今天非常谢谢永韶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古建筑背后最动人、最美丽的在地的生活故事。谢谢你，谢谢玉本，谢谢。